操！哇，这好难受啊！他妈的，不是这个项目怎么还不崩开呢？太坏了，他们这真是炸了，有点小尴尬啊。哎哎哎！这么帅吗？我操！哇！天哪！砍不动他呀，他这个虚弱。我操，人傻了！操！哇，我这波真的人傻了。哎，真的难受！我操！哎，这下有点真难受了，兄弟们，是真难受，真恶心。不是这三砍。没把他砍死啊，我真吐了。我操，好疼。可以，双杀也不应该。不是雪人为什么跑了呢？可以，跑的没问题，我卖。这雪人，哇，跑了，兄弟们第一时间，不然感觉这个叫啥的也会死。不过还行吧，总体来说不亏。吹得到，我靠，差一点。OK。哈斯基。我靠！他们这波千珏要走，空线他们会很难受。啊！还有 TP 的，就不能公平对决吗？是不是玩不起？人多，吹起来。OK， 好了。让我瞅一瞅，看一看，还有谁敢质疑我亚一所的名号？我操，什么鬼？扫你两个洞！你的 EZ 走位在我眼里，你早已被我看透了。
답을 파괴했습니다. 怎么挂机了呀？兄弟们，时间卡的是不是正好？还是说晚了一点？哦，一个大大两个。有人看得懂这个吗？ Undertaker， 好，又拜年了，这哥们儿又拜了个年，我的天哪！姐姐，拿下！对面不是投了吗？装逼失败，重练一下。我是提前预判对面投降，兄弟们，但是对面没投，挺奇怪的。我这一波提前预判对面投降，不帅吗，兄弟们？啊？我怎么是复兴回来的？我怎么是复兴回家的？我原来按的是鱼，兄弟们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话那样的好，晕住了，我开个大，等一下嘛。对面这个 EZ 死了29块钱吗？怎么可以这么穷啊他？哈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有闪。
哎呦，他死了，我想 Q 闪的。哎，兄弟们，我这亚索，这有点强啊！